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100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